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六课的第二部分。From time to time, 偶尔啊，我们说 from time to time， 啊，我们叫做 occasionally， or we say sometimes。Okay, you can say sometimes, or you may say occasionally. Okay, or sometimes we say at times. They all mean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 Okay, or now and then. But now and then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Okay, so using the wrong gesture. Okay, sometimes using the wrong gesture in the wrong place can bring about 造成然后导致招致 that. Okay, so you can say something like cause a lot of trouble.Can cause a lot of trouble. In Greece, the gesture of showing one's palm toward someone is called the mouta. This gesture is very insulting and may bring trouble on. Okay, 带到谁身上，然后 bring something on, 好，惹祸上身，这边等于是这个意思，哈， bring trouble on those people.好，那这个 those 我为什么特别把它标起来啊？因为呢，常常我们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指定是哪些，你只知道是一群人，好，那呢，他又不是在就在你旁边。如果就在你旁边的话，你可以指得到，你说 these。好，那呢，这边的话呢，纯粹你就是讲说哦，这些人，然后他呢，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所以是那些人，好，所以我们会用 those people。当然，你也可以说。The people, 但是呢，我们更常用的是 those. 好，你可以说 those people, 或者是 those who make it. 那呢，这个 those 或者是 those people 指的就是那些好做这样子的这个 gesture 的人。That's because Greek criminals' faces were covered in ashes as a punishment. 好，那同学看到这边写 were, 然后所以表示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了。然后，但是在过去的话呢？哎，有时候常常会呢，用这种方式算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哈，是一种识别，但是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哈。Were covered in ashes as a punishment in early times， 对吗？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呢，用 were 的话就是表示过去，那这边再讲 in early times， 就是呢在过去，在从前 in earlier times。好，那呢是这个样子的 ，the ashes。Were placed on a criminal's face with an open palm. 好，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呢，这个是警察啦，或者是呢，这个管理监狱的人呢，哈，他们呢，把那个灰啊，哈，拿起来涂在他们脸上，当然呢是要用一个什么样 ？An open palm. Open palm 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整个手掌是张开的啊，合起来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合起来的话，我们说变成一个拳头，叫做。Fist, 没错 ,F-I-S-T. 好，那这边的话是 an open palm, 啊，表示呢你这个整个手掌张开，然后用那个灰这样涂在他们的脸上。So, the gesture itself became insulting. 好，所以呢就很容易联想，如果你把这个手掌呢也是这样子，然后手心呢对着人家，感觉好像也是要去羞辱人家，然后说那个人是个罪犯这样。As a result of, 其实就是 because of 的意思啊，好，可以这么说 ，because of。OK， 好，我们说呢 ，as a result of， 因为啊，因为呢这个传统的一个结果 ，as a result of， 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结果啊，所以我们就说 because of， as a result of this tradition， it would be impolite of you of。OK， 我们呢在讲这个。句型的时候讲到了哈，如果当我们是在直接形容那个人他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说 you are impolite， 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你说 it is impolite of you 这件事情哈，你这样做哈，你呢是很没有礼貌的，是在讲这个人很没有礼貌，好，所以要用 of 这样子 ，OK？ Which means 这边的话等于就是说 you are impolite to。Let your palm face outward 之类的哈。OK, it would be impolite of you to let your palm face outward. 注意到这边这个 face 啊哈，这边这个 face 呢，它是什么？它是动词啊哈，也就是面向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 let 让或者是允许
后面是可以接什么原形动词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叫实义动词哈。所以这边这个 face 的话呢，它是一个动词，表示面向，面向什么？面向外头啊，这样可以，也就是说手心这样张开朝外，让你的这个手掌呢 face outward。When you wave goodbye in Greece, it would be impolite. Luckily for Mike, an English-speaking couple. English-speaking 指的就是呢 the couple speak English, or here we may say the couple spoke English. 过去式。好 ，OK， 好，那我们呢，在这个课本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提过哈。这边你用 speaking 的话，是因为怎么样 ？The couple spoke English， 也就是说呢，这个 couple 跟 speak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人主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分词来形容他的时候呢，就要变成 ing， 因为他们是主动说这个英文啊。他做这个动作，他是主动，他不会被英文说吧，对不对啊？好，那同学请要注意到，就是说虽然是 spoke English， 但是呢，我们变成形容词的时候，请你呢要把这个分词的部分放后面啊，那呢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动词变分词的这个部分放后面哈，因为呢这样子的话分词才可以去做形容词， English 英文不能当形容词吧，当然有啦，那个是另外情况，英当做英格兰的啊，或者是英文的，但是这边的话是指英文这个语言啊，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请你要把这个分词的部分放在了这个组合的后面，才能把这个整个好，把这个整套变成形容词。OK， 好，他说呢，就好像，好比说啦，好，好比说呢，我们如果讲说，peace loving 也是一样，爱好和平的，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 ，sorry， 我来用编辑好了，这样比较好哈。OK， 好，我们说呢 ，peace。Loving, 爱好和平的，好，那也是 love peace, we love peace, OK? 好，但是呢，我们变形容词的时候，请你要把这个 loving, 把这个呢，分词的部分，好，把它放后面， OK? 好，他说呢， An English-speaking couple who were sitting next to him in the restaurant came to his rescue, 去搭救某人，好，去营救某人，救某人，我们说 come to one'sRescue 这样子 ，OK， 好，好比说呢，好比说，好啊，比如说呢，你拿着一包，比如说，去年吧，在日本啊，还有那个奈良那边啊，遇到一种状况，可能同学都有经验，就是那个很多的那个鹿，好，然后你又拿那个鹿饼去呢给他们吃，但是呢，我们没有经验呢，你可能一下子那整片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拿出来，然后那个鹿就哇，就整个冲过来哈。好，但是有经验的人的话呢，他知道怎么样用那个饼去控制鹿啊。我就看到有一位先生啊，哈，他就在那边帮助啊那个呢别的他的可能是他团员吧哈。那可以说呢，如果那些团员被这个鹿围攻的时候呢，那我们说 he came to her rescue。这样，或者是 he came to their rescue， 他呢去拯救他们。好 ，OK， 诀窍是什么？诀窍就是呢，你那个其实那个饼啊，你呢只能够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给那个鹿吃，所以你要抓得很好，你千万不要怕那些鹿啊，因为呢，他们其实如果吃不到啊，然后又有一点点的话，他会一直去注意吃那个饼，他其实不会对你怎么样。这个是我当场看到的，然后但是呢，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实践。他呢的那个理论，不过看起来是蛮有用的。Okay, they explain that nodding one's head is a negative answer in Bulgaria. 哦，原来是这样。Nodding one's head， 这边我们又看到了动名词咯，哈，点头这个动作，啊，做点头这个动作的话呢 ，is a negative answer. Oh, I see. While， 好，这边请同学注意到这个 while 啊，哈 ，while 的话是指的意思，然而。OK， 那用 while， 你说 while 不是当吗？哦，但是呢 ，while 的话呢，在这边当什么呢？当两件事情在做对比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说是或者是然而，通常的话呢，就是怎么样？通常就是呢，两个能够有一个对比，或者是能够有一个平行去比较的东西呢，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会用 while。好，比如说你也可以讲说，虽然。
好，虽然呢，女性跟男性都受一样的教育，但是女性一般而言，女性呢所赚的钱比男性少啊，因为呢高阶的职务大部分很多还是男性哈。那所以这边我们也是有两个东西可以比，一个的话是女性跟男性受教育的一个程度，另外一个是女性跟男性怎么样获得的薪水，对不对？平均获得的薪资的哈，那这里也是两个可以比这样子。OK， 好，那你也可以比说呢，虽然看电影的人口下降了。但是好，比如说呢，看电影的人口下降了，但是比如说YouTube 好的点播率呢却呢有明显的增加哦，因为呢一个是看电影院里面的电影，一个呢是看网络上面的影片，然后也是可以做一个比较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while fewer people go to the moviesThey stay home or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cell phone, of their smartphone to watch films on YouTube, for example. 我们可以用 while 哈，好，他说呢，而好，他说呢，点头是这样子，而摇头呢 ，shaking one's head from left to right is a positive one. Okay, a positive one means a positive answer. Mike.Thus, realized that he had made a mistake. 好，这边我们又看到了过去完成式了，哦，表示呢他刚刚，哦，他之前，哦，他这时候终于了解到了他之前犯了一个错误，哦，这个 had made 表示呢是在他 realized 之前发生的，哦，他先 made a mistake， 然后呢才了解到他犯了这个错误，哦，所以是之前发生的，哦，所以这个是过去完成式啦，啊，很标准的一种用法。He called the waitress over, 把他叫过来 over, 啊，只是说到他的这个桌子这边来 called someone over, pointed to his plate, and shook his head. 嗯，好，希望呢他都补救到哈。By doing so, by 的话我们表示说借由哈 ,by doing so, he hoped that she wouldBring him some dessert. Okay, we will hope so too, huh? Okay, we'll hope for the best for him. Okay, so far so good. 好，我们已经把第六课好的部分也讲完了。那一样哈，如果同学呢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呢在课堂上啊，或者在学校再讨论。好，那第六课就到这里了，拜拜。